高生仲咁想俾人骚扰，今日会包场。冇问题，我哋会安排噶啦。高生，请呢边啦。 先生，阿妈真系争啲以为以后见你哋唔到啦。凌小姐嘅心跳同埋血压都正常翻，始终分别过两日，身体会虚弱嘅。主要人冇事，不过非常时期，要辛苦你同埋 Ken 嚟安全屋多段时间。放心，我同阿妈咁难呢关都过到，仲死过翻生，冇嘢难到我哋嘅。 要你瞒住所有人，承受晒全部嘅压力，阿妈真系过意唔去。只要你冇事，就算俾所有人误会，我都唔会后悔。杰啊，我知你决心好大，但系下次想睇我去冒险之前，可唔可以早啲通知声，唔好失惊无神跌晕我啊？其实我想早通知你，不过惊我哋场戏演得唔够真，呃唔到 Raymond 佢哋，辛苦你哋。阿妈有你呢两个仔咧。 就真系放心啦，系咧，由我假死到话你两个决裂，中间发生咗啲咩事？点可以呃到 Raymond 呢 ？Raymond 份人做事多疑谨慎，要呃到佢一啲都唔易。但好彩俾我哋估到，佢一定会尽全力监视我哋嘅一举一动。既然系咁，我哋就做场戏俾佢睇，仲强调会同你打假死药。 一定要喺2个钟之内同你注射假药，你先可以觉得翻。但其实假死药系可以维持2个半钟。结果我哋冇估错 ，Raymond 佢偷听到我哋嘅部署之后，就派手下额外联防。佢要我亲眼睇住你失救而死，直至2个钟后 ，Raymond 同佢嘅手下确定你真系揿翻，先至离开。好彩易先生带咗另一支嘅假药及时赶到，先至可以帮你注射。虽然个过程系好惊险。 但好彩，我哋都可以照原來嘅計劃嘅反應。因為凌少社未死嘅消息唔可以外泄，所以我哋將你偷偷運出殮房，再送嚟呢度安全屋休養。不過要令 Wingman 信阿媽你真係死咗，阿傑可以埋到佢身。我翻到屋企，仲要同阿傑扮衝突，喺所有屋企人嘅面前指控阿傑收咗 Wingman 嘅利益，殺死咗你。好彩我同阿傑一早夾好晒。 如果唔系见到 Wingman 入落你户口嗰1亿，都几难信你冇出卖我哋。 Wingman 肯出钱出力，挑拨我哋两兄弟嘅关系，即系证明我喺佢心目中已经有利用价值。所以我就扮得更加悲愤，去公园度揾佢报仇。但系 Wingman 实在太狡猾，除咗四周围布置咗追击手嚟钳制我，仲想说服我认同佢嗰套坏理。其实我当时真系想乜都唔谂，一枪打死佢。但系你讲过。 Wingman 背后一定有更大嘅势力，就算你杀死佢都冇用。你冇开到呢一枪，证明你真系成熟咗。如果你好冲动咁杀死咗佢，反而会坏咗大事。所以我之后仲扮到俾佢说话真系影响到咁，越走越偏锋，直头想将成间灵视吞晒。于是我就顺势将阿杰赶出灵视。 令全世界都相信我哋两兄弟斗到你死我亡。之后我就扮到身心不忿，收买咗黑仔佢哋三个，捉咗阿 Ken 上天台，逼佢签授权书交出灵视。佢唔肯，我就狠到一刀怼死。要做到害死阿妈，再亲手杀咗自己兄弟，咁 Raymond 先会觉得我系为咗利益而不择手段，咁佢先会企喺我边。不过要得到 Raymond 嘅信任，最重要嘅。 就易先生嘅道具够真，仲好讲喎！你嗰日用把假刀啊，大力咁捅埋嚟，我到而家仲赤赤痛啊！你唔赤赤痛，又点会演得咁逼真啊？不过以阿 Kent 嘅死更加真实。
易先生揾咗个冇人认你嘅尸体翻嚟，喺货车上边代替咗阿 Ken。之后黑仔佢哋就将条尸车载喺山边，烧咗佢，仲撞埋添。就算我哋点样毁尸灭迹 ，Ringman 都唔会咁易相信我亲手杀咗阿 Ken。好彩我哋一早预咗佢有验尸呢一着，所以佢哋就算抽咗条假尸嘅 DNA 都冇用。Ringman 以为一验 DNA 就知道阿杰有冇造假，好彩易先生一招偷龙转凤。將我的 DNA 樣本同 Ringman 助手送去的 DNA 對調，所以 Ringman 收到的化驗報告，最後都證實條屍同阿 Kens 的 DNA 吻合。原來我昏迷呢兩日發生咗咁多事，你哋仲要同阿 Ringman 鬥智鬥力，真係難為咗你哋。只要埋到佢身，先至有機會揾到佢犯罪證據。過兩日，我同 Ringman 有單交易，我哋要好好把握呢次機會。萬事都要小心。我想问，不过头先阿 K 好冲动咁嚟揾过我，佢仲质问我哋喺边度，佢好明显知道你嘅失踪唔系咁简单。我突然间人间蒸发，佢一定好担心，肯定以为你杀咗我。我惊佢会坏事，所以我偷偷地将洗衣工厂嘅卡片放咗佢嘅把枪入边。我谂以佢聪明，睇到张卡片就会知道我哋咁再有苦衷。阿杰。无论发生咩事，你都要量力而为，千祈唔好冲动。阿妈唔想你有事。我会噶啦，妈。总之对付 Ringman 要速战速决，我都唔想你留喺安全屋咁辛苦。你谂住点对付佢 ？Ringman 性格多疑唔信任，既然系咁，我就要搞到佢发癫为止。金主席你好。在我今天 schedule 里面你好像没有 appointment 的。那既然金主席都肯见我的，证明我现在高知杰在你心里面的位置一点都不抵。做了领事的话事人，果然自信心翻返晒嚟。我只是不惯坐等问道啫。刚才我跟领事合作开的生意伙伴打个招呼，刚刚经过这里咪上嚟拜会下你咯，顺便倾下我哋跟住落嚟合作计划。做人进取是好，不过都应该分下边个是装。邊個係閒喎？我當然知道啦，所以我 book 咗你上次好中意嗰間餐廳，諗住同你一齊食飯，一邊傾一邊食。唔好意思啊，我今日有個好重要會要開。唔緊要啊，不過金主席，你隨時 ready 都係隨時 call 我。Excuse me。我哋呢度系男性内分泌不协调研究中心，请问你有冇脱发嘅烦恼咧？冇咩事嘛，金主席。啲无聊广告电话啫。哦。我仲有啲文件要处理。哦，咁好啊，我唔阻你啦。不过你随时可以 call 我。放心啦。最新劇集《逆天奇案二》已经在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上架了，北美的观众还等什么？快点去下载这个 Apps 来煲劇吧。